昨天向爱丁六队选民制作进一步一个平东平壤的蔬菜吼。以前爱丁选民有提两条的一个水路入来啦吼，往伊啊两条河坝上来以后，湿虫的地点如何提更加难点，蔬菜的一个昨天。所以昨天提所有六队客家的天气呢，喊做总队。按南田体也个喊做挑塔种啊吼，挑塔也两杂事，如何讲米要卖卖卖呢？喊做挑米，卖呢喊做塔米，也可以简单讲伊个地方呢，系所有绿对客家天气要农产品所集中来多一个蔬菜。啊，挑塔也会有一条河坝喊做龙江海。也一条是以前非常重要的交通的水路运输的路线啦吼，啊，所以也是一个贸易的港口，也是一个渡船口的所在。啊，南仁底下也金丝镇提所有客家村庄地块一天为由的，但是外边也大家挑塔的金丝镇，因为一条河坝以前在北风落太雨的时候啊。可能会也个河水泛滥做太水，所以也个金丝田除了啊收也个施肥以外呢，另外一个功能如何吸下也个吸水。也个金丝田啊有三层，第三层最高层，计大家能够有看到观音田，当方呢如何服侍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菜园呢，底下金丝田的后背有一个六角凉亭式的凉皮白宫。南丁客家人对也个民间信仰服侍最多呀，如何白宫？哦，因为白宫是菜地的保护神啦。啊，尤其是以前叶叶边是一个庙宇港口哈，为了为保佑人的生命安全，啊，还有也个财务的安全，啊，所以叶边为一个任务的白宫，喊做凉皮白宫。